在我的世界里当村长是种什么体验？在这个村子里，你就是权力的象征，只需一声令下，就有村民替你去干活。比如说最近的村里缺点木头，那就把东边的树林标记一下，村民们呢就会麻溜的去砍树。再比如说你想扩大地盘，需要铺路搭桥，同样可以交给村民完成，他们会自动在工作台支撑工具，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地形铲平，再铺设你要的道路。有了道理后，各式各样的建筑也必不可少，你只需要选择相应的模型放到地上，就会有负责建筑的村民跑去盖房子，整个过程完全不用自己动手。不得不说，当万恶的资本家还是有点小爽的。这个模组最大的不同是，它完全模拟了生存模式。村民们从采集物资到制作工具到完成任务，全部由 AI 自动操作，都和玩家的流程一样。你可以带领着村民在世界里发展出各种各样奇怪的村庄。类似的模组还有一个，不过这回我们不再控制村民，而是让 AI 替玩家干游戏。即使你只是刚刚进入世界，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只需要在聊天框中输入去做一把铁镐，我们的游戏人物就会自动从砍木头开始制作工具台，制作石镐，再找到铁矿石并熔炼，直到做出铁镐，整个过程用时不到2分钟，而且操作和逻辑都行云流水，手速和身法更是无可挑剔。甚至再过分一点，输入去做一把钻石镐，我们的游戏人物也会毫不犹豫地用比玩家快10倍的效率自动寻找矿石、挖掘并制作。如果遇到洞穴，那跑酷身法连岩浆都追不上，真的是快成一道闪电。只需要在聊天框中说出你的愿望，下道砍树挖矿，上道刷怪打龙，那是样样精通。一些你不想做的重复劳动都可以丢给 AI 来完成，你学会了吗？快去试试吧。啵啵啵。